朋友们，阿小姐姐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最近养了几只恐龙，它们有的时候温顺可爱，有的时候非常的凶猛，是不是很想知道它们长什么样子？阿小姐姐就带你们去看看它们吧 ，Go！ 出发 ，Ready Go！先来看我的第一只恐龙霸王龙 Go！ 噔噔，这就是霸王龙，它可是超厉害的哦。哇，来看看我的霸王龙长多高了呢。哇，和我一样高了，太棒了，霸王龙你要多吃点，长高高哦。朋友们，我们来看我的第二只恐龙吧 ，Go！ 看，这就是我的三角龙，它的头上有三根角，哦，还有一个好大的头盾。朋友们，是不是很像犀牛呢？而且它还是食草型动物，是比较温顺的哦。哦，我的三角龙有点害怕了。没关系的哦，我是你的朋友。那下面就来看我的第三只恐龙吧，走喽。噔噔，这就是我的第三只恐龙铃铛龙，它可是非常活泼好动，总是跑来跑去的。哦，又跑掉了，我们快把它追回来吧。铃铛龙，不要跑喽！停下来了，怎么又要跑了呢？铃铛龙，你要乖乖的哦。又要跑了，跑不动了，阿小姐姐追不上铃铛龙了，它可是非常出色的奔跑者。那么接下来我就带你们来看第四只恐龙吧 ，Go！ 哦，这就是第四只恐龙剑龙，哇！它的背上有一排巨大的骨齿板。哇，快看，它的尾巴上还有四根尖刺呢。哇哦，剑龙的造型太酷了。嗨，剑龙，你要乖乖的哦。朋友们，你们今天看到了我的霸王龙、三角龙、铃铛龙还有剑龙，你们最喜欢哪只恐龙呢？留言告诉我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